就说你俩这年纪，差的得有六七岁了吧？你这配得上人家小鲜肉吗？ 孩子这事儿还是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薇薇来了。你还有脸来？昨天丢下我就跑了，大人有大量。薇薇，你面子够大的啊，这满屋的人就等你了。来了也不跟老同学打声招呼，竟跟李小说悄悄话了。 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些事情耽搁了。那你可得自罚三杯哦。对呀，对呀，就是差点喝，别理他，没要了好心。谁不知道你以后就变身啊？我们来一起喝一个吧，老同学好久不见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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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吃醋啊。微微，你吃个饭都这么忙，男朋友查岗啊？哦，房产中介骚扰电话。哎，谁信啊？你说是吧？哎，我前段时间可听说了，唐爸爸满小区给微微张罗对象呢。是吗？微微啊，这都快30了，你可得抓点紧啊。这都2020年了，还把女人的年纪价值往男人身上挂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微微有男朋友，谁相亲了？哎，男朋友有男朋友啊？那今天怎么不带来给我们大家看看？就是啊，带来看看。正在进行时了。行了，别说这些了，来来，大家一起干一个吧。来，喝酒，快把你的酒满。来，来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唐微微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唐微微，赶紧给我出来，听见没？出去接个电话啊！你们先聊着。微微，你瞧你，一顿饭连话都没说两句，难道是理想太崇高，看不上我们了？别这么说啊，微微现在可不得了了，硕士刚读完，哎，听说好像要读博士了是吧？她呀，可是导师的心头爱啊。女博士啊，哎，你跟我们说说你男朋友呗。我们俩还挺好奇的，谁这么有勇气，敢采你这朵高岭之花呀？是啊，微微，你说说吧，到底是哪家青年才俊啊？肖音的老公是食品安全局的副局长，我老公是宏图公司总经理，没准啊是他们认识的人呢。我没有男朋友。你这没男朋友早说呀，在这支支吾吾半天，你说说你，你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？谁说他没有男朋友了？这不是我们林然弟弟吗？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整天给微微当小跟班呢？是啊，微微，你说你想找人撑场子，你也不至于找林然吧？这大家都这么熟了，谁不知道谁啊？咱们先不说，那当年林然身后追着一大票小姑娘，可不是嘛？就说你俩这年纪，差的得有6-7岁了吧？你这配得上人家小鲜肉吗？真是搞笑啊！什么叫他配不上我？他配不上我，难道你们配得上？我们俩就这么随口一说，别介意嘛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微微，他配不上我，难道你们配得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林然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你还敢说？我好心来救你，你就这态度啊？我跟你说，那个白鹿上学的时候考不过你，就一直哭。那个肖音就是他的狗腿子。我今天如果不来，指不定你被挤兑成什么样子。成年人之间的粉饰太平，你不懂。你觉得这聚会有必要吗？一年一次，大家都是同学。当你开始顾虑人情世故的时候，就说明你已经老了。
我是老了。童薇薇，我们跑吧。你说什么？跑啊！快点离开这个让你不开心的地方。可是我的包还没拿。作为你的男朋友，怎么会想不到呢？走吧。不是唐薇薇，你刚才喝了多少啊？我看你这个状态不太对劲儿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那你今天开心吗？嗯。哎，别动，是条大狗，没关系，我保护你。觉得在世界中央，告诉我这不只是想象，只要你陪我，永远不会失去方向。爷，来来来来来，后面还有一条大狗，哇！这么大了还怕狗啊？还不错啊，就是太小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结了婚以后啊，把这房子一卖，刚好把那个钱去买那个大房子的首付。哎，对，买个大的。哎呦，你还吃甜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有糖尿病的啊，不能吃。以后啊，你要学着做做菜。哎，做点本帮菜，我爱吃。哎呦，你瞅瞅你啊，这衣服怎么乱丢啊你啊！就是薇薇啊，这什么意思？以后叫老太婆洗衣服啊，帮你。哎呀妈，不生气不生气啊，唐薇薇，还不赶紧过来道歉！哎呦，唐薇薇，你这是喝酒了呀？你作为一个女人，大半夜出去喝酒，还带回一个小白脸回来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唐叔呢？唐叔，他出去了。倒是你们两个，过来干什么呀？今天我们是要跟唐叔商量跟薇薇结婚的事儿。嗯，儿子，起开。你就是那个破坏我儿子感情的男小三吧？流里流气的，哼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赶紧给我滚！破坏人家婚姻的人，没道德。哎，没道德。薇薇，什么婚姻啊？你们什么时候发展这么迅速？这件事情啊，要好好的跟我解释解释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。阿姨，那我说了。哼，说吧。东西给我放下。哟，这里是我家，衣服乱怎么了？我爱乱丢就乱丢，怎么了？只要喝咖啡，还要喝可乐。哎哎。管不着，林阳，我弟，我就是跟他有一腿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还有这副脸！哎，你要多喝点。你又没海景房，你管不着。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你有家教吗你？哎呦，我的心脏！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唐薇薇，我饶不了你！哎呦，快快快，快打幺幺零！妈，生气了吗？看你，我也会。幺二零，我弟。从小不能吃糖，吃了糖会死人的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行，不行。你没事吧，娘？喂，薇薇。啊？你
你喝酒了？你把林然送进医院了？喂，你到哪了？宝贝，我马上就到。今天换了辆新车，是辆黑色商务，别认错了。好，那你快点，我有急事儿。知道了，等我先过去再说。靳总，小顾总这是……还是到给我打电话，说明喝的不多。走吧，去医院。那我们约好的那个王总他……下次再说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急死我了！赶紧的，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快去医院。你还磨蹭什么呢？不会等我亲……爸，你谁呀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上错车了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宝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在前面出了车祸，我现在赶不过来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喂，我，要不，看在我叫了一声爸的份上，你发发善心，载我一程。先把脸上面膜擦了吧。面膜？啊？走吧。好。出门太快了。我到底干了什么呀？洗胃、住院，这哪是吃糖啊？简直是在投毒了。喝酒无事。喝酒无事啊。